大家好，今天我来分享青椒炒石斑球。石斑鱼有很多品种，我买的这个翻译成红旗斑。石斑鱼是生长在海中的，富含营养，肉质鲜美，低脂肪高蛋白，它的刺非常少，深受人们的喜爱。我切的是厚度大约一厘米的大块，放一小勺盐 1.25 毫升，再放一勺糖5毫升，加一点白胡椒粉，一勺生粉，加一勺水，不需要搅拌，生粉湿了以后直接抓捏到鱼的上边，用手抓匀，让每一块鱼肉上边裹上生粉，然后加入15毫升的油，把肉上裹上生粉和油，抓匀，然后做下一步工作。半勺糖 7.5 毫升，半勺生抽 7.5 毫升，再加一点蚝油、白胡椒粉，然后加两勺水 ,30 毫升。加一勺生粉水。适当多一点。大概190度的时候放鱼。刚放进来不要动，等底面定型了以后再翻个。锅热以后少放一点油，放入姜片、蒜片，姜和蒜有点微微的变色，看微微的焦黄，在边上倒一点料酒，迅速翻炒几下，然后加入调好的碗汁儿，把调好的碗汁儿再喝一下，一点点姜。放点姜，碗汁儿一点一点加，别一下子都倒进来，宁可剩一点，也别加多了。好嘞，起锅，装盘。装盘之前放入葱花，再扒了几下，一盘鲜美的青椒炒石斑球好了。若你喜欢这道菜，请您给我点个赞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